这个把这五颗螺丝拆开。这个拆的时候，到时候叫他把这个伸上去，把这个桶拿开就可以了。这个螺丝。往两边拉一下。这个齿轮它往外面移了，这个马达往外面移了，你所以要用东西把它往里面敲，齿轮一齿轮就这样靠紧，再上紧这四颗螺丝就可以了。